下一个问题，以教奉行是不是以戒律为准则？以戒为始，要与戒律不相符时，也以教奉行。这个就是大伙说对以教奉行的疑惑，看出了有一些人呐，就是对这条啊，还有他的想法。义教奉行是不是以戒律为准绳？是以戒律为准绳，但是不是以你那个戒律、认识戒律为准绳，是以戒律的根本究竟为准绳。戒律从表面上的戒条、戒相啊，讲了一些，但是我们更应该体会佛的根本戒律所在，这是我们修行佛法的目标，也就是说深入戒律，深入经藏的问题，佛讲法呀，曾经说，我讲49年没说一字，有所如来有所说法，即是谤佛。就是说，往往有的人对戒律的理解。或对经文的理解，往往都出在于表面，不是佛的真正本意。也就是说，表面持戒，心不持戒，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要心持戒，身也持戒，这才可以。所以说，依教奉行，就是要求我们。强行的、毫无折扣的按照戒律去做，不允许打半点折扣。比如说，师傅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去拿借条去对照师傅，本身就是犯戒行为，应该是尊师重道，师傅就是善知识啊，在这个菩萨戒啊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善知识啊，谁来成就你啊？只有善知识有的说这善知识成就我一半，佛说不对，整个都是善知识来成就所以说，我们依师来修行，而且让你们观察了。甚至1年或2年或多年，观察以后，认可了，才在这出家修行。既要出家修行，就要无条件的依教奉行。无条件的依教奉行，就是行持戒律。为什么无条件呢？因为我们对戒律的理解是有限度的，有限度，有局限性，特别是整体来看，是不犯戒；在局部来讲，好像是不对，有他犯戒的这个可能性，但整体来讲不犯戒，所以说这个问题只有师父在当时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从戒相来讲，还有一方面就是依教奉行，首先。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心不犯戒。首先是心不犯戒，在我们依教奉行期间，我们在如果有犯戒的行为或与戒律相抵触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再探讨、再研究，这才是允许你研究的这个空间。必须先依教奉行。再去研究，比如说，师傅说你去打水，你说师傅不行，没有过滤网，我不能去打去，你这就是不依教奉行。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先把水打出来，去找过滤网，问师傅，你看我这没有过滤网，看哪有过滤网。说师傅说哪也没有过滤网，
那我采取早快步，哎，来想法来过滤，啊，戒律上甚至以袈裟的角都可以采取过滤。你呢还认为没有找到过滤网，你否定过滤网的存在或否定了过滤的这可能性，你先以过滤网为理由而不依教奉行。你想，你这一下犯了两个错误，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没有过滤网我就不打水，表面是持戒，实际上你只是表面的去行戒律，但是并没有真正去行戒律。行戒律这两条戒都得要执行，不是说师父说叫我打水啊，没有过滤网我也打，打完了没有过滤网我也使用，不是这个意思，是在我们只依教奉行中来改变它。如果师父不在，我们可以想办法再找过滤网，想法把它过滤再使用，这样的话事物既能办成，又在我们不能没有现成的条件下，我们也努力把它办成守戒的条件，这就是我们依教奉行的目的。因为依教奉行了，我们才能去改变它的环境，没有依教奉行只是被动的去持戒，反而不能持戒，还破坏戒律。只有主动去持戒才会真正的持戒，所以说依教奉行啊，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服从啊，依教奉行，教是什么？就是戒律，啊，奉行什么？就是行持，啊，去行持，啊，以戒律去行持，戒律戒的心，首先要把心戒住，要保护好，把我们要持戒的心要保护好。什么持戒心？不是对戒律的分别是持戒心，最主要的是你能够依教奉行那个心是戒律心，毫无条件的。要持戒，首先第一条要依教奉行，第二条啊，你才能考虑啊，我们这里还有什么缺陷或做不到的问题，我们来怎么来解决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依教奉行叫我们抓住了机会去持戒，如果不能依教奉行，而在戒相上反复的分别啊，可行不可行，最后我们会失去了啊行持的机会和主动性。主动性是什么呢？主动性就是动力啊，成佛的动力，就是快速成就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主动性，它就不会有这种快速成佛的动力。虽然有的人同样修行，但是为什么不成就？因为他没有主动性，都是被动性。你叫我干活我就干活，你不召唤我就睡觉，啊，他完全是一种懈怠，有一种抵制的情绪，哎，在那里面。世间法就是混，啊，有混的情绪。如果我们主动去做，那就不一样，而且挖掘自己的智慧，啊。敢于用向自己的无名习气做斗争，啊，也就敢于破我执和法执，啊，所以说依教奉行，表面上好像是盲从，不是和盲从绝缘是两回事，啊，所以说依教奉行是戒律啊，实行戒律最好的一个保证，啊。就像那个部队似的啊，部队，你想作战呢，有很多的电影啊，都是命令下来以后，那毫无条件去了，啊，毫无条件去。如果你不去或不执行，结果是什么呢？啊，只能是被淘汰，啊，或是被后面的督战队哎，给枪毙了。结果是什么？
人呢啊没在战场上立功，反而呢被自己啊给打自己人给打死，在战场上也可能死也可能不死，但是你退下来只有死路一条。赤戒也是一样，如果你主动去赤戒，依教奉行，在奉行之间再研究怎么完整这个戒律，你就有了主动性，你有战胜了困难的一切的动力。如果你被动性呢，也就是说我们挑挑拣拣的，而且分别这个戒律赤和不赤的问题，有可能啊没在这个修行中啊成长起来，反而被自己这种分别心给灭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啊，也就是菩萨精神和去掉无我的精神啊，应该主动去做。这个可以大家体会啊。以戒为师，要与戒律不相符时也以教奉行吗？以戒为师，与戒律不相符，那就不叫以教奉行啊。以教就是戒律，以佛的教导去做去奉行，这叫以教奉行。如果与戒律不相符时啊，这就不叫以教奉行啊，也叫盲从，或是一种啊糊涂啊，或是破坏戒律，这我们不能以教奉行啊，不能去做啊。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为什么以戒为师要以教奉行呢？就以教奉行是在行中要改变一切。戒律是什么？是难行能行啊，难行能行，是在我们认为不能行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行。就像受戒似的，刚才讲了啊，在戒场上人家可能都不吃这种意思，人家说你不能吃这种意思，那你到底是依教奉行不依教奉行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啊以戒为师啊，应该是就按照戒律做，这就叫依教奉行，以佛的教导啊去行事。那是不是和我说的有矛盾了呢？也不矛盾啊，也不矛盾。因为有不日中一时的，当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圆满的把它解决啊。第一个，我们不起嗔恨心；第二个，不起分别心啊，不是我日中一时就老大啊，我不是我日中一时我说了算啊，我日中一时比别人高，而且呢对谁说话我都要依教奉行，他破坏了日中一时，那我们不能去执行。但是我们不执行的时候啊，我们同样也可以坚持这个戒律。你比如说受戒的时候，你本来日中一时，人家说你吃不吃饭你都不上斋堂去啊，这些时候就去了。到斋堂是怎么样呢啊？他是坐那瞅着啊，坐那瞅啊，最后左瞅右瞅，人在人家仔细一看也不吃，得了你也别来了。哎，这样的话既又赤戒了，又宣传了佛法，啊，又依教奉行，一举两得呀，是不是？如果你叫你上圣台呢，我就不去，啊，你说你不去，那你得出去，你说你怎么办？戒也受不上了，完回来戒律也没行持到底，啊，怎么行持到底？我去，我还能坚持我的戒律，不光是自己行持，同样还要感化别人。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持戒的精神，完再有我们的方法。再说一个，啊，这是他们上五台山受戒，不让用钵，啊，不让用钵，用完，啊，用完，问了师傅，师傅那也没办法，你受戒不让用钵是暂时的，但受戒是长期，怎么办？现在都这因缘，那咱们就开始做。最后的他们用碗就用一个碗，一碗打菜一碗打饭他都合在一起，就用一个碗，同样我把碗当成钵使，这就是说难行中能行，依教奉行的结果。他如果不依教奉行，能不能知道我把俩碗可以变成一碗呢？我能不能早上不吃饭，你硬要我去吃，我搁那坐着看呢，能不能行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能生出这么多的智慧？就因为他们有一个灌输思想，就是依教奉行。他们在道场上依教奉行，而依教奉行之中又严守了戒律，所以又生起了很大的智慧。你就放心，真正的依教奉行，他必然有智慧。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我们过于担心啊。要立出我们自己的标准，标准呢，你可以想象，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有很多都是超出我们想象。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严持戒律的精神，他不会说用一个钵啊，用一个碗；他没有依教奉行，也不会在斋堂上用这个时间用一个碗。所以说，他俩是同样的一个条件来完成一件事情。既有依教奉行的心，又有严持戒律的这个戒律，这个决心，所以这俩本来就是一个的问题，但是我们硬要给它分开看，把它割裂来看，实际上与实际有很多的不相符，而且呢，我们呢也不能采取主动，啊，而且是完全是一种被动。你比如说道场让他们去用碗的时候，本来是个被动，但是由于他们持戒的精神和依教奉行精神，变被动为主动，啊，就把佛的戒律发挥到啊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说，他们快要过点了，要过斋，人家刚好十二点半才过午呢，他们没有听这个，啊，宁可不吃饭，这也是个大智慧，啊。这就是依教奉行，与戒律相违背的事情绝不做。依教依什么教啊？依佛的教理啊，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建立这个基础上。通过这些的实践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依教奉行啊，这个心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在依教奉行的心的基础上，我们又能严持戒律，在严持戒律的基础上，我们又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也就成为我们的宝贝了啊。你按照这么做无往不利啊，无往不利。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法执和我执啊，所以说又能广大戒律啊，广大戒律。为什么要讲这个依教奉行呢？依教奉行就听话干活呢，这就是去掉我执啊，啊，去掉我执，这是很关键一个句话，啊，很关键。有人不讲吗？看到这个依教奉行啊，这是一个寺里一个秘书，啊，他说这和那个赵州茶、云门饼是一样的，啊，我都没想到，那他就说出来了，啊，云门饼、赵州茶，咱不可能和竹子比。
但确实它有它的特点，啊，就是毫不留情，啊，毫不留情，而且呢，无条件的放下我的，啊，为什么我讲一个小孩骗你，你也去做？有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心地不真，戒律不能实行，所以说才产生了种种的违逆的外缘。外缘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是我们心地不真所产生的。为什么不能得到？我们心地不真。我们知道佛经有那么故事啊，有一个穷人呢，就想成仙啊，成仙，到处找仙人啊，要成仙。后一个财主骗他，说你在我干一年活，我就告诉你成仙在哪块。后他干一年活，干满一年活，财主就想起个办法来骗他，说你站在一个树上，往那悬崖上跳。因为这个人呢，什么都没想，啊，就毫无条件的跳下去了。当他跳下去的时候，他真就飞升，就心真一切真，啊，本来是应该摔死的，反而没摔死，成真了。这就是他异教奉行的结果，啊，说异教奉行能转外境，啊，当然了，这个财主呢，一看他成仙了啊，他也去跳去了，哎，他用一个假心去跳，最后摔死了，哎，他不知道这个心的作用。还有一个佛经故事啊，有个徒弟跟一个罗汉说，我要跟你学习佛法啊，我要修行。他说修行好，他说你上树吧。上树呢，说你往下跳，他一看树底下是万丈深渊呐，啊，告诉他你放下啊，你的手啊，放下一只手。他放一只手，说那个手放下，他说什么也不敢放，他这放不掉下了，他就没放。后来师傅说你不放我就走了，他后来一使劲一咬牙啊，得死就死吧，放下。当他放下了落在地一看，就在平地上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山呐 啊深大坑的问题，一下把自己的幻境就破了啊。那什么是幻境？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都在幻境中，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幻境之中？就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那只手。虽然我们出家修行了，我们放下一只手，那只手说什么也不敢放下，说你异教奉行不行啊，万一我犯了戒怎么办？他就万一犯戒，他不是你真放下他不犯戒了，他不想那个，哎，他光考虑那个问题，所以说完了，那，哎，他就不敢放下。所以说你放下了异教奉行，必然要升起大智慧啊，大智慧。那有的人可能讲，万一他不升起智慧我怎么办，是吧？那你还按照戒律去做吧，是吧？你哪怕走到头来说啊，那个师傅告诉你你跳下井去吧，好，那我异教奉行，你别还没跳井呢，你就开始吵着，我不跳啊，我不跳，你先往井里边走啊，你手也扶着井边儿，腿也往井边儿，你看他不来救你，你说我不去了，那才行啊。你井边你都没走呢，你就开始吵着，我就不去了，是不是？哎，你要走到井边一看井是个枯井，那你就跳进去没事了，是不是？哎，有的人呢，他就害怕想象为是，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心不真，就是我们想象为实啊。为什么说小孩骗你你要上当？因为我们的心分别心太强盛，不相信任何啊。我们相信谁呢？相信佛菩萨。相信哪个佛菩萨啊？铜像了，木像了，
因为他不会说话，他不会对我们有任何要求，我们相信他，只要对我们稍稍有点要求，我们都不相信啊。使得我们的信佛呀、啊、是信啊不能说话的佛，稍稍一说话他就不信了啊，这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相信，你相信你的心，心真一切真，心不真一切不真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念观世音菩萨最灵感啊，但是呢啊我也念过啊，我以前跟大伙讲过牙疼啊后念观世音菩萨，这一念才念两句不一句，牙马上不疼，一天不疼，给我乐的，我说可捡个宝贝，我可知道这个止疼药方啊，不光能止疼，将来干什么都有用啊，将来你说那个想干点什么，我这一次咒它就能起到我想象的目的啊，这知道观世音菩萨太灵了啊，太灵。到第二天牙疼的时候，我再念观世音菩萨，怎么念他还是疼，他也不止疼，因为啥呢？心欠其分别了，哎，欠其分别，因为观世音菩萨灵，啊，能为我服务，啊，能使我牙止痛，啊，所有的想法都会造成你不灵。我们也是，只要你要意教奉行，没有别的想法，他肯定他能够真正的意教奉行。如果你有分别，他就不灵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小孩骗你，小孩骗你，他骗你，那信不骗你啊，信成就才是真正的成就。你越害怕骗越被骗，你越不害怕骗你就没人骗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也很深奥啊，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哲理啊，实际上是个因果的关系，就是心真和不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得慢慢体会啊，不要求大家能够去啊怎么样，但是我要求大家就是说可以按照你所想象的在违反戒律的情况下不去做啊，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但是你这种做法并不是最圆满的啊，不圆满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依教奉行，有很多的例子刚才我讲了啊，只要真心他会改变一切。我们成佛目的干嘛？就要这个真心。持戒为了干嘛？就要这个真心。嗯，所以说在戒律面前我们来怎么取得戒上又和真心一体的这个戒律啊，这是我们更主要更深入的目标。当然了有些事得慢慢做啊，一点儿做，一下子做到大家恐怕也有困难啊。因为这个依教奉行还有很多的说头啊，这个体会不是一时能说完的啊，先不说那么多，这都是吧。这下面啊，先讲上面啊。下面一个问题，阴心重怎么办？自己老起烦恼，有时候见到难重就生不净念头，做梦还会梦到，该怎么办？请师父开示。这是众生啊，一个无明啊，一个大无明啊，只要生到人类
这个无明它就存在啊，没有隐喻它不会生在这个娑婆世界，生到娑婆世界啊，这个隐喻心就得啊就会生成啊，它有5%的隐喻心才生为人的啊。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出家修行已经远离了隐喻啊，从相上已经远离，我们已经在进步，已经快走向光明了啊，就差一个坚持和时间的问题，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啊，有信心，要鼓励起自己的信心啊。当时我们还有一些习性啊，包括一些想法，不自觉的一种想法，或是看到事物所升起的一种想法，他想法只是暂时的，今天的不等于明天啊，因为我们已经走到清净这条道路了啊，必然这个清净就要把这些啊污浊的东西会扫除的，只差一个时间和坚持的问题啊。首先对自己要升起信心啊，不要自己被烦恼而产生了恐惧啊，产生了推道心，那就上当了啊。所以说应该知道隐喻只是烦恼的一部分，也是啊虚妄的，不真实的啊，不真实，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都是虚妄的，不真实啊。就算他有一点啊想法，那也是假的啊，我们说什么也不承认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有的人就不是，刚一起心动念啊，就马上认可他，哎呀我怎么办呢，垂头丧气的啊，我是没好好修行，我不行了，我如何如何，升起了一种好像是惭愧心，实际上包括着退道心，而且呢对这个就是对敌人啊升起了恐惧。你想在战场上勇者胜，两军相逢啊，勇者胜啊，你在和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能够啊挺起腰杆咬住牙冲破过去，那就是勇者胜，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呀、啊、创造了隐喻心的假大，由于我们的恐惧心和恐惧和过分的想象啊，最后都会造成隐喻心的假大，这就是我们修行中应该注意的啊，应该首先应该挖解的。怎么挖解？把周围挖一挖，看看哪些不属于隐喻心的范围，应该把它刨掉，属于嗔恨的、属于贪痴的范围都给它刨掉，给它去掉，最后就剩了那一点啊隐喻的念头，再把这个念头再空掉，就很容易空了。如果你不去挖解敌意啊分化，而且呢一昧的全都给打成隐喻心，这也隐喻心，那也隐喻心，最后弄成个隐喻心本来没那么大，最后像房那么大，自个儿根本就承受不了，也破不出，所以说自己把自己就画地为牢，就把自己圈里了，这不行啊，必须从那里不断的减少啊，减少啊，把这不该是那里的问题应该就是分别对待啊，分别对待，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轻我们的心理的压力啊，同时呢也好对治了。有时候啊见难众啊就生起不敬的心，这就是我们应该低头不看的关系，应该啊不看，长期的不看，慢慢这个念头就死了啊，就会死了一样啊。另外做不净观啊，不净观啊，这个人啊除了那张皮啊汗毛孔里面就是血管肉啊，完了除了肠子啊，肠里面就是粪便，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仔细一想想，
哎，都是在自己骗自己，不是别人骗，都是自己骗自己，凭自己的感觉来骗自己。真正叫你去瞅了，你早就不瞅了，啊，就你拿放大镜你去瞅瞅，你也不瞅了，拿显微镜你更不看了，一看就能把你吓死，是吧？谁也不看，男女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念头起来以后没有正确的对待，盲目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阴虚心那块，最后造成了阴虚心的气势，反而我们再去处理它就处理不了了，所以应该分别对待啊，他最后分别对待就找到了这个阴虚心的根儿，什么是根儿？就是那一念虚妄的一念，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很快就会压下去啊。做梦还会梦到啊，这个不奇怪，不奇怪啊。有时候这个从无始劫就有这种业障，这种业障梦到男人不一定是男人啊，可能是一种慈悲啊，一种慈悲。你所以说你别做男人想啊，梦到男人了啊，这是梦见慈悲，明天可能需要我对母人慈悲或母人对我慈悲啊，是慈悲表现啊，父为慈女为悲嘛啊，用慈悲来解释这个男女相，这样的话就远离了我们种下一回种啊，下一回种，这样的话就会对梦里的事情就会变得很轻啊，他就不执着这个梦里的事情。再一个就是刚才讲了多打扫厕所啊，多见一些不净的东西，就会联想到这块儿，这会儿也能让我们放下啊，放下。为什么呢？这个好啊，所谓的好就是阴郁型的种子啊，所以说我们应该纠正我们所有的啊能升起这个念头的一切的不正确的习性，比如睡觉侧身卧呀，还有这个穿的衣服紧和瘦啊，还有这个有些病该治疗啊，还有一些饮食啊，不要吃过饱啊，等等的事情，或是这女人和女人说话要远离了世界法呀，等等啊，还有诵经啊，对治方法啊，还有这个楞严咒。楞严咒是很好方法啊，如果你要真心的诵楞严咒，就几句话这个阴虚心马上就没了啊。为什么咱们行脚要诵楞严咒呢？其中有这个方面，因为我们走到世界很多要看到这个男女相，所以怎么来对治，要诵楞严咒来对治啊，不光是一个早晚功课，也是对治我们眼根耳根的问题。要有细心啊，控制自己的行为啊，一年不行我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我十年八年，我二十年行不行？不行我今生一世我跟他拼了啊，今生一世我来生还拼。你有个长远心，别今天呢没拼的不行了，失败了，明天呢就苦恼了，后天呢就不行了，那不行。对这样的无始劫的业障，不是一天两天就解决问题啊，甚至几大劫再解决问题，这才行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有个长远心啊，长远心。另外呢，再一个就是多提起正念啊，就是多打坐，要增加点定力，这个心它也必然要少啊。另外多诵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晚上诵几句金刚经就会离相啊，离相。另外呢就是依法不依人啊，不要和人过多的密集的
诉说感情，啊，女人有个特点，希望感情的寄托，啊，依赖，不要这样，啊，要远离这个，要敢于孤单、孤独，啊，这都会远离这些，啊，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学佛来讲啊，是完全可以去掉，特别是在咱这里，日中一时就对大家的这个去掉阴郁性的保证。还有睡眠问题都是保证啊，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早晚的问题啊。另外有了什么问题要及时跟师傅讲啊，不要乱讲，要跟师傅讲啊，由师傅给我们啊一点点开示，一点讲，来破除我们这种啊这种念头。如果有病啊，有病的话及时找治疗啊，有的人呢，比如说害羞啊，还有的不方便说，这个不要紧，师傅就是父母啊，我们勇敢于跟师傅讲，因为去掉毛病为第一啊，该看病看病啊，该科学的要科学啊，就是该卫生的卫生。下一个问题，阿弥陀佛，我一起烦恼，身心疲惫，身心俱疲，从手指甲到全身每个部位都疼。啊，是你起烦恼啊？是手指甲都疼，还是手指甲一疼你就起烦恼？啊，所以这个你能明白？有时候人呢，往往都以为自己起烦恼才在变的。有时候他不知道他那个药疼了你就起烦恼啊，如果是药疼起的烦恼，那么我们把这个疼痛要解决了，你烦恼就轻了啊。要是烦恼所带来这些东西，那就我们就有意念的东西在这里面，意念的东西啊，也就像大仙儿似的啊，说这个身体如何如何啊，就会如何了。所以说这个应该把它弄清楚啊，弄清楚啊，就是说不管疼痛也好，这个不管是疼痛也好，还是这个烦恼也好啊，既然前面念了阿弥陀佛，那我们用阿弥陀佛来对治啊，疼痛也好，疲惫也好，我们念阿弥陀佛。人呢要有个奋斗的精神啊，当我们有了身心难受的时候要挺起来啊，你得跟妙王师傅学，得爬起来啊，爬起来，有那种精神。曾经我在医院啊看着过这一样一个人，这人呢就是喝醉酒了，被人打伤了啊，被人打伤啊，这个人被打伤以后啊，这个血流满地啊，抬到医院的时候正好赶着我值班，一看这血流的满大厅都是血，那脸上挂多痕的血啊。在这个人呢有一种精神啊，就在别人都认为他不能再起来了虚脱的情况下，他都能弓着腰又起来了啊，不是头起来不手起来，是腰部先起来的，就说他尽最大的能力又起来了，起来以后还能举起一个凳子来，那个长凳子啊，那个长条凳能举起来。当时我一看我都心里非常佩服啊。我们呢往往是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就啊这个早就下躺下了啊，下躺下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啊不被这些困难和疼痛啊被吓住，要有个顽强精神，生命就在于争夺啊，在于自强啊，在于自强啊。所以说你越自强身体越好啊，身体越好，而且还能克服困难。
下一个问题，道场中大柴、蔬菜、粮食等小虫特别多，跳不过来，是什么因缘？怎样应怎样处理？什么因缘？父母多呗，是吧？哎，这么多父母你还不高兴，这么多姐妹来还不高兴，是吧？哎，很好的啊，应该升起欢喜心啊。他来了我们这，我们能救护他，来别地方别人不都杀他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应该这么想。怎样处理啊？就是说能救护起来的我们要尽量救护啊，要实在是如果为了救护容易伤害他呢，我们就把整个体的东西就要舍掉了啊，会造成一定浪费，浪费也没办法，有时候浪费和救命来讲还救命是重要的啊，我们主要掌握救护众生不遗余力啊就行啊。是弟子不爱打起，不爱要佛，到打起要佛时总是闹心，是不是造业太多的障碍啊？什么叫障碍？障碍吧。为什么不爱打起？就因为打起太专注了。为什么不要佛？不爱要佛，就是念佛时候不散乱，所以四番集中精力的不散乱的他都不爱做啊，这就是我们心里散乱和不散乱互相斗争的过程啊。有时候并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在反应说好像我不爱这个不爱那个，实际上都不是，就是像他说的自己这个业障，就是心太忙恼，就心太散乱，所以他不爱打起。如果你要心不散乱，既爱打起啊又爱要佛，无所谓啊，你想要散乱，他也不会散乱，啊，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吧，应该是硬打硬要，啊，慢慢就坚持住，把这个业障克服过去，他就没有这种感受。弟子李飞请教大师傅关于睡眠一个问题。按福字圣人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足够，从两点到凌晨两点，22点到凌晨两点，但是四个小时之外很多有昏沉现象，中午要有空还会无休，请问师父这样做违不违反戒律？如果违反戒律，哪怕昏沉一分钟，后果是什么？昏沉的现象是干活累出了，还是业障？如何克服？这是李飞提出来啊。李飞爱提问题啊，爱提问题。就是佛是啊，让僧人一天睡四个小时，让很好的、充分的睡眠。这是很好的办法啊，但是为什么四小时外它还有昏沉现象呢？因为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烦恼重，睡眠本身就是烦恼的一种，地狱五条根嘛啊。有人呢不认为睡眠是烦恼，他认为睡眠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正常的生理实际上是烦恼所变来的啊。所以说我在末法时期睡四个小时觉，这叫难行能行啊。有时候有的人到中午他就有困的时候啊，吃完饭啊，这个脑子的血液都到胃肠来消化来了，所以脑部缺血时候就容易昏沉啊，这个现象确实有，特别是中午吃完饭以后，我看咱们是9点半吃饭，或是9:35等啊，吃完饭也就10点多钟啊，这时候
很多就回到疗房里，连刷牙带坐，一坐呢他就昏沉。啊，你不信？这功夫要是干嘛？要出外去捡点柴火，哎，你或是往山走一圈，从这个山沟走到后面那个大老黄岭那块儿，他就不带困，啊，回来他也不困，哎，他运动开就好了，啊，把这个困劲儿睡过去就好了，就打岔过去就好了，因为我们呢总有一恐惧心理，我肯定要困，啊，肯定要困，他就困了。而且困得，非密不可，啊，这就是个习性和敢不敢斗争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道场上能坚持这些戒律，自己，修行的时候就不能坚持？因为他自己控制能力差，哎，所以说我们应该采取对治方法，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尽量要做一些户外活动，啊，你要坐到床上就困。不是中午困，你就什么时候做，你什么时候困，所以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喜欢睡眠，越睡呀，他越有，越睡越有，所以说我们想克服睡眠的问题啊，就昏沉的现象，也就是说克服昏沉就是克服无明，应该昏沉和无明是一个东西，这么样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慢慢就会干嘛了？对于唯物反戒律，佛呢是规定的是4个小时睡眠是最好，是最好称赞这个寿命4个小时睡眠。但戒律上，并没有完全要求你必须4个小时，超过1小时解什么罪，这个没有；超过1分钟解什么罪没有，这个没有，这就在于我们自觉了，自觉啊。后果是什么？昏沉的现象啊，昏沉1分钟啊，我想呢，还比别人强吧，是不是？那就很不错了啊。昏沉绝不是干活累出来的，但是干活多容不容易疲劳？容易疲劳，但这次疲劳和昏沉还两个概念，疲劳会带来一种昏沉现象啊，但是呢，昏沉不是疲劳。他俩呢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昏沉啊不是干活干出来的，有时候就不干活更昏沉你看吃完饭搁屋里一坐，他马上就眼睛就闭上就睡着了有时候那吃饭还睡着呢饭吃是停他睡着了就是。这就是昏沉的现象。不干活他也昏沉，有的上电他也昏沉，就是因为他没有努力去克服。他因为上电是个很好的机会，我站在后面谁也看不着我就昏沉，所以你像他这样人叫他领电，叫他领电，你领电他就不敢了，你他给领错了一回丢人，那脸通红，吓唬他就不敢了，所以这个现象也挺，这个是这个。要长时间的克服，要长时间克服，要自己减，要想办法，过去刚到大理寺，我想了一个办法，拿一个铁丝啊，做个钩子，拿一个那个辫子袋儿，去捡那个到那沟里捡垃圾，满打走捡垃圾，这个现象挺好，一个来回活动，又干点活，完回来呢还清理了环境，这就挺好的，应该主动去找活干。来克服这个昏沉，时间久了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再一个多打坐，多打坐，多打坐呢，但是别昏沉，这得慢慢克服。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客生就可以不守常住规矩或开元？例如，讲法时，上面师傅讲，下面他讲，他有问题，不自己问，
净统旁人，让别人帮他问，人家不帮就一直捣乱。呵呵，这是不是说华姓呢？啊，说华姓就是让人家又费得说话，人家怕下地狱，可还被逼得说话，结果课程还是课程，旁人被罚，甚至他再碰人，人家就恐惧。请问师傅，什么情况下给课程开源，什么情况不给开源？啊，这个问题挺不好办啊，一个咒语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儿，是不是？你说他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完了回来还要这么说，嗯，是，所以说这，嗯，我们应该学会帮助人啊，帮助人家求到我们，那是瞧得起我，是不是？哎，你干嘛不帮人家？那小心眼儿不行，啊，帮人家完还给人告，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有挂单时候，他打坐时候睡觉，人家打他，他不动，生气了，人家只好不打他。可他只想是，人家有姻缘也不起来，他就站那打了几十下。或故意使劲打，甚至把香板给师傅送了，这样行吗？啊，就是说他打瞌睡的时候你打到他生气啊，这是人之常情，有时候意识理解不了他生气啊，这也是难，也是他的不对啊，也他不对，但是你不治好不打他，那是你错。他生气呀，啊，他是暂时的，就像人似的，突然打的时候他生气，但是心里他感谢，啊，心里感谢，啊，我有时候打坐，人家也捅过我，倒不打我，啊，一捅过我直点头，啊，我说好好好，太好，嗯，啊，这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不能说，啊，就是说他生气了，治好不打他。这个问题分两方面干，他既然明白了，下回他有害昏沉就让过他一次，啊，让过他一次叫他自个儿觉悟一次，已经警告一次了，啊，再过一次如果还这样再绑一下，因为为什么要指向板，人有惯性，不是一下都能绑过来的，啊，等你不起来，啊，完了他打你试一下，还使劲打，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帮助人家，人家感谢你呗，是，所以感谢你就好好帮，要帮就帮到底。他心里有体会，说你看，你打我一下子吧，你打那几下就不打了，叫我还得等半天，我还以为还打，不打你还不打，你告诉我一声也行。说他知道我打呀，一气就把你打完得了，我省你挂碍啊，所以他怕你挂碍就使劲打了啊，所以说还怕你生气怎么办？他怕生气就叫师傅告诉你的，嗯，人家很客气，是吧？啊，但这个问题我不是表扬华姓啊，你别是华姓就叫这师傅给我撑腰，下回我就使劲打你，没那个意思啊。我是不客气，不管你是谁。下一个问题，《楞严经》中佛说要大王语，佛即是因，永损善根，无福之见。这里永是永远的意思吗？要是这四宝一切众生皆有皆能成佛，这话矛盾吗？啊，这个问题啊，佛说的永损善根是时间很长的意思啊，这个很长啊，就是说不是人们记忆所能计算过来的。你比如说地狱苦啊，算大王语下无间地狱，这个地狱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
这个就是讲多少劫多少劫啊，不是人们所能记忆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佛用永远来表示啊，并不是说这样的众生永远就不能成佛了，不是这个意思啊。甚至佛说永断三根就是长远的意思啊，不是彻底没有的意思啊。这个呢在翻译上啊，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长久，就用了一个永远啊，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不矛盾啊。二，楞严经说疑惑得失无但生气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甚至生吃的白菜上剩菜上是否也算生气呢？这个生啊，我的看法指的是什么呢？并不指这个蔬菜的生，是我们意念里的生啊。所以说疑火啊，就是净食啊，疑火净食啊，无但生气。疑火净食呢，就是用火的方法来去掉我们意念的这个生的念头啊，也是我们的心理念，因为我们对生有破坏性啊，有破坏性，所以说佛用火净来把我们这里面心念的这个生要破除啊，破除你不生它就不灭，有生它就有灭。所以说生呢，特别生死的蔬菜里表现的生更比较多一点啊，生命是生，蔬菜是生啊，等等水果的乱七八糟，所以佛用火净就叫做变熟，来去掉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意念啊，意念啊，所以这个火净很重要啊，很深入啊。你看做的食物一旦做了火净，就你知道不知道啊，它都会比较清净啊，都比较清净啊。不是说我们不允许吃生菜吃剩的水果，不是这样，但是你必须做火净啊，必须把这个知见要纠正啊，所以说不能落在种子识里，落种子识里会参与我们的生死轮回里啊。就是像有的人成天说死时他很快就死去了，有的人说生他就不断的繁衍啊，这两个都是问题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的概念啊，他就不会再有轮回的概念啊，所以说我们要克服生灭法啊，就是疑惑净食这种做法，他的功德非常殊胜啊，就是对我们的心念舍受啊，和破除我们的自见的执着啊，都是很有用处。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啊，一定要这么做，要坚持戒律，对我们身体上、修行上各方面都有好处啊，包括行脚的时候遇到生物啊，就起来的苹果呀、蔬菜也要做这个火净啊，也要做火净啊，不是拿起就吃啊，那都不行。